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。小飞呢现在是在这什么路啊？导演，伏牛路港坡啊，伏牛路港坡路的附近哈。其实待会儿可以看看现在状态哈，真的是春暖花开。飞哥，你看到了什么人？看一下前边的人，我就不用数了吧，十几二。这是个拐弯啊。啊，对，这是拐弯拐过来的。配的就是常态。常态，嗯。啊，所以你最长排过多长时间？最长排了有半个小时。啊，半个小时。啊，今天这样子估计呢？今天估计啊，这也得20来分钟吧。小孩从小都喜欢，正好他搬到这边，就正好来过来多买一点。哦，他是新搬到这儿的？没有，在那个地方搬过来的。有一百米，有一百米，这儿有一百米。啊，原来那个地儿离现在不到100米的样子。对对对。那排队是干啥？你知道吗？那这是不是卖牛肉？卖牛肉的啊、哦？买牛肉啊？买牛肉啊？哎，哎，牛肉不错，牛肉不错。咋？哎，咋不错？吃着香啊。啊，香，哎啊，对，啊、烂呢，啊烂，对，嗯，哎，俩字总结了，哎、一个香，一个烂。200块钱牛肉，一块在吉林，一块在吉林，给我们包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又给我们包一下。这是往外带了吧？我看你。啊、对，他这刚好可以包一下。我们经常都是在他这儿买牛肉，吃习惯了他这个味道。嗯。超香，牛肉吃。就是派对有点上。卖酱牛肉的小店，来买的人还真是不少，甚至还要排上半个小时的队。究竟这里的味道为何会吸引这么多人呢？做的东西比较干净，味道也整清楚。它的牛肉就是吃起来那个筋道，而且有弹性啊，它不是说烂的，吃到嘴里没有味道。姑娘，在这儿啊，往前边排，在这儿，前边啊啊！大哥，啥意思？你不排队吗？我排队呀，都是排队吗？两队还是两队？两头，好像是两队。那为啥我就莫名其妙就跑到第三名了？来着就是买个牛肉。牛肉，他家的猪蹄，还有那个板筋。那板筋一般不是都吃烧烤才吃吗？不是不是，他自己切好了，弄好了啊。反正我吃的牛肉别跟别家不一样，嗯，就是越吃越想吃。比较好嚼还是比较耐嚼？比较好嚼，好嚼，好嚼。对对对对，味道好，味入味儿都是你看，好吃。我们的老板，这些托是多少钱一个人？都是我们的客户。我说要是这些托的话，我觉得这托是很合格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十几年的托了。十几年的托我是没见过，但是瞧着排队的阵势，他家的回头客还真是不少，而且就算是搬家了也会接着来买。据说啊，都是为了这清香味足，吃起来也没有过多的大料味的酱牛肉而来。而就在小飞还在和大家聊天的时候，导演的一句话瞬间就让现场沸腾了。刚刚收到领导的一个消息啊，领导已经确认了啊，今天几号？3月19号是吧？啊，对啊，从今天开始郑州可以恢复堂食。哎呦，以后大家可以去饭店吃了。可以了，给了这个消息，我觉得这个牛肉确实好，但是我觉得比牛肉还美。吃两口，最起码就是说可以了。我主要是这四个字我看着，哎呀，是吧？对，看着开心哈。就是这四个字。期盼已久的好消息终于到来了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直接上肉庆祝。那基本上都是一些卤制品哈，板筋、牛肚，那是牛腱子肉应该是，然后牛肉、鸡腿儿。啊、那边好像还有一点卤的那个，应该是猪耳朵。那牛肉那种，就是卤出来那个酱牛肉那种清香味，其实真的很足。但是它这种香还不是那种，就是料味特别重的那种。料味。对，没有那些杂味儿，好像。我得扒开呀，要不然没法吃。你看一下哈，美女那个刀工很好。先说口感哈，因为平常我们知道很买到很多那种卤的牛肉哈，你吃到嘴巴里面之后，第一个
要么是比较干，第二呢可能会比较散，吃起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那个就是口感不好。但它这个你发现没，它不是那种软烂散干，发现很奇怪，它并不是说很难嚼啊啥的。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对，这个牛肉就我觉得卤了很到位，而且这个应该主要是跟那个选料和火候有关系，对，卤到劲儿，对，没有很筋道的口感，也没有撕拽的感觉。虽然牛肉的香味很足，但是这酱牛肉吃起来却是有些软糯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感觉呢？我们就是精选那种牛前腿肉，就它肉质比较细腻，嗯，然后吃出来不塞牙不柴。不柴不塞，对对，是吧？挺好吃的。所以就是只用那个牛前腿儿，对对。那会儿先腌制一个晚上，然后煮两个半小时，要焖六个半小时。啊？要焖六个半小时？对，焖六个半小时，然后才可以入锅。因为我们这一片就是老人和小孩比较多，肉煮的相对来说烂一点。软烂的酱牛肉原来是焖出来的效果。听店家介绍说，由于他家附近是居民区，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来说，这样的口感就很适合他们来吃，因此就有了这样的酱牛肉的出现。这个肉就会很软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的肉就是以软烂为主，烧了那个嚼劲在。对对对，年轻人时会觉得稍微有一点，然后你要想吃筋道的，就找那种筋特别多，戴着手套摁一下，硬一点了它就筋一点，一般的话都是比较软的。第一次吃这样的酱牛肉，而且老板直接告诉你，我们这就不筋，对吧？就是软烂，就是任性。孩子和老人吃可带劲，可带劲。